OK， 我们到了，这个是七号步道 ，Let's go， 一堆笋系列，好久没有在大坑喝竹笋汤，以前不是有卖竹笋汤，哦，我们走200公尺喽，抵达500。八号步道风洞石 ，OK， 这个就是风洞石。我们走了1.34公里，消耗了133大卡。还那么少，吃个麦当劳就回来了。那怎么办？跟猕猴拍照，猕猴假的好不好？耍人家呀！风洞石公园。中大坑登山步道第六号，走，六号步道400公尺处 ，OK， 往观音亭路上的一个小小的制高点，我们抵达观音亭的厕所后方。OK， 抵达观音亭。OK， 观音亭以前的路被封起来了，应该是这棵树被上次台风吹倒了。OK， 六号700公尺 ，Let's go。到了500公尺处了，还有500公尺。前面就是池机 ，OK， 继续前进。可能 TV show 了。哦耶，迈一下目标100公尺 ，Let's go。岩崎三斗游人乐，我步其中是少年。台中市风景管理处，关心您。OK， 终于爬完6号、7号，然后还要去8号那边看风洞石。整体来说，7号步道维护的比较好，6号可能比较差一点，不过还 OK 啦。OK， 现在先撤退啦 ，Goodbye。